最大烧绿色，它绿色可以拉一台，它红色可以接拉三。哦，你说三个钩子图案的那个吗？对。哎，那如果我已经升成这样子的话，我升到最高级那个，也算是商船啊。我不知道他到底那个算不算商船。如果他算商船的话，那我就要全部卖掉，是不是？不用不用，他一样会哦。你是说那个？我以为你是说他会不会比较多？他是那个一样会算在商船里面。哦。所以你升上去的话，应该每回可能可以多拿2000吧。哼。因为以他介绍说是每一艘商船可以加200块。嗯。看到，都太够！你刚抓一个抓失败，够到后面。抢生意呀、啊！前面那一艘是谁的、啊？最好再生一个。来来来，过这个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一中，对啦。CD 啊，强生意的，快拉。就 CD 中啊。你等下一回合吧。啊、所以我就说我大炮不死的晕眩，然后你们钩子不死把他杀掉。然后就看我如何拉爆他。我刚刚看到繁星好有钱，放一台好彩伞直接升到那個。它、欸、上面已经写成20了，我是不是就不该要放了、啊？好像到上限了哎、欸。你大家看一下，你大概加多少钱？如果来得及看到的，它有写成20，有从、啊、这里没看到，是爆了。可是还可以摆、欸，不是是就是钱不再多了。对啊，每户款12000，看有人好浪的拉到蓝色了。Tina 来，你是想要我怎样？让我们游戏关掉之类的、啊？大家都要关掉游戏吗？听说我现在有不知道有几个啊，应该有14个钩子。我就看那个右下角越来越多东西，很多右下角。没钱的。哦，有了，它上面乘20已经变红色的了，上线了。够你！你还有几只没有到上线啊？
我还可以继续勾啊。好啊。是 Tina 那个 Jill， 你看你要不要先把两万三 Jill 看看？我想试试看别人的上传风那么多，我可不可以吃到那个贸易帝国的钱。你看那个最终升级是只能有一个，那个海盗最终升级，海盗船就最后不是那个海盗王？你看看你一场有没有加到一万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啊。哦，可以勾了吧 ？CD， 因为哦，那是大的，小的才可以。那个没吃的，不算了。所以那个商船还是要自己放的。干黑的王，你们不用怕了、欸。多勾我、喔，那我是不是要开始勾了啊？啊，我没地方放了。懒的吗？哎、欸，那个、啊、那个海，那个两个岛中间那个浅海也不能放。有有在放，是哪？哦，中间的嘛。对。大家都在勾，每个人都可以升一个海盗王啊！听说可以拉那个大的，我海盗王那个还没解，我差两万一，不是啊，你根本就是没有钱啊，差一万九，对啊，你是完全没钱呢、欸。等下，你先把那只勾掉吧，我才有钱。怪，为什么爆啊？上次摆成这样就已经爆啊！但因为上次那个、啊、前面没有这个大炮、啊，那边好夸张哦！还是说你是没拿到炮吗？不是啊，上次早就爆啦、啊。要没钩子了，要完了，没钩子了，要等到 CD 到，好，我 CD 好了，哎、欸，剩小的了。没钱了，不能再翻了，哇。你们右下角真的好夸张哦，满满的海盗船。有意见你？没有，很优秀。刚才都说我有十几个钩子哦，十四个嘛？你说？现在不止哦。白痴，这位置我。点不到这个海盗船哦，太满，太满了！找到找到找到，不是，我放在那个给钱的那个位置。哦，我看到哦，你放在那个那个那两只猴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怎么有种后面火力可能比前面更强的错觉？我那是勾你，找地方塞耶、欸。还没爆哎、欸，那再放呢？你能放你放啊，我没地方放。不好意思，我边放边按。不好意思，是跟他打掉才可以。我只怕是打不掉。
那但你的海盗船的位置是好难找哦，看上去海盗船很正常啊。你海盗船是在航空母舰上面吗？旁边。哦，好的。看起来很像在航空舰上。我打得掉了。第一百关，撑住，狙击。走，上他，狙击。应该可以。抓他！他爆掉就没救了。不是啊，我有21个钩子啊，爱了，黑色的跑过去了。好，棺材，棺材，结果没有被勾断欸，天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发现我有21个钩子。21个太多了。哇，一张我好像也才6-7个而已。安心，我们至少拿到了奖励，100关的。好啦，今天感谢收看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暂时性的蛮耐玩的啦，就打发时间玩一玩，也都三四个小时这样过去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不是你们，什么？是你。没有，我在说刚刚那个。就他那边一堆海盗。是商船一堆，你是海盗船一堆。我就说我养他们呢、啊。养好养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，那个国家都是那个什么经济先起来，有没有？海盗经济起来之后就要多 OP 了。难怪海盗都要抢劫的。要富可敌国啊。真的低谷了，可低谷，有钱，有够富的。哎、欸，一回合加15000哎、欸。那我要问一下，好多。嗯，这水够多，商城真的很开心。可是到后面的话，一回合跳很久，其实还是德鲁伊比较好。对啊。后面一回合不知道多久了。不然它有一个好处，你不用按，你手不会酸。也是啊。还有道理哦。为什么我上次拉着包了，这次没有？因为上次我是跟教主玩。可能是看是跟谁玩的问题。抱歉，主音不在，谢谢各位。你说无缺吗？马蹄那边也推了很多新的活血下来了，赞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玩三。哎、欸，它是不是不同人数就会困难都不一样？基本上关角色啊，应该说怪物出现顺序还是大同小异吧。下班啦，好累啊！恭喜一下。满人了吧？没有，在看。应该是刚休息，刚刚才打完，所以他刚现在在休息。他也是刚下班。
昨天晚上多人被我玩出一个很 bug 的玩法。你要看今天的台。今天的台，我刚下班，没有办法看。有记录。很多玩法，只是看你电脑撑不撑得住而已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手机撑不到四个人，所以他不给我。昨天晚上是一个人负责当农夫，就种一大堆香蕉，一直供应钱。
雨和闪电，血和热油，这是绿微龙爆炸性最强的配方。嗯，驱魔入侵时可以尝，可以给他们尝尝这个滋味。火加水变滚烫的蒸汽，火加油会让小火苗更旺一些。嗯，火加血，没什么比血之云更可怕。火加毒药，用爆炸水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们又要重来了。来一个碰的碰、哦、啊！哦，对啊，所以团团碰了什么？我只是看到一个红红的东西想转，他碰了一个这个按钮可以按吗？然后一直按下去了，转下，我要转，这里会读很多次啦，正常的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哦、喔，来问杰克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封面图大小是几乘几、啊？然后怎么用的？我忘记下去了。啊，对，忘了下去了。哦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忘记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没事，没事。老板，直播我跟你讲，直播我跟你讲。嗯，我们先下去吧。哎，先下去。好。还行。怎么办？我觉得现在上路好烂。下来了、啊，好险你们没有听到什么八卦。甚至哦，那个转不能。大爆杀！紧急冲刷开关。好啦，你可以再去转。我觉得直觉应该是这个啦，等一下。这个吗？直觉。巨魔入侵的时候拿着东西去炸他。果然，直觉放了。你放了什么？那个，你们去传。